像映在海面的微光，被深蓝色海水阻挡。没关系，时间不会遗忘。撕裂假面，遇见是我与一杯滚烫的誓言，桌上却曾为停止我执着信仰，小丑也会在嘲笑中骄傲的歌唱。这个送给你，作为礼物，这是我的幸运符，希望它也能够帮助你。希望你能管用。看，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不飞车耳表吗？怎么了？你再看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天哪，都这个点儿了，大家赶紧开始排练了，准备。我下午还要排练，别打扰我啊！自己玩。没有。你在学催眠？我就随便看看，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会的。你是想解开谁的心结吗？朋友、家人，还是恋人，还是你想窥探谁的秘密？谁说的？我就随便看一看。解开心结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情。为什么不是好事情啊？能解开他的心结，他就能去法国完成他的梦想了。这么看来，他对你很重要啊。他去法国实现梦想，你舍得吗？我舍，当然舍不得了。那你陪他一起去。人这一生就是一直在做各种不同的选择，每一种选择都有遗憾，无非是选一种让你后悔少一点的罢了。这里啊，除了思考，还很适合睡觉。好像这里睡觉是挺舒服的。是啊，闭上眼睛，放松心情，耳朵里全都是大自然的声音，记住这个感觉。弹琴的时候，手里的琴声就会更加空灵。其实音乐就是演奏者灵魂的形状。
埋藏着最深的秘密，而这些构成了音乐最迷人的色彩，然后你就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的自己。好听。发什么难呢？我刚刚不小心在这里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啊。自己把自己催眠了？没有。啊？哎，我晚上我们去吃什么呀？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不吃。啊哈，吃！哎，吃什么嘛？再走吧，赶紧走。我想让你完成梦想，可我真的舍不得你离开我。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这方小波同学主动到老师的教室等待上课。哎呀，可喜可贺呀！这位同学，上课了。哎，看看今天谈什么。放风筝的时候，总是希望风筝飞得越高越好。但是如果让我把那条线剪掉，让风筝飞走，我还真舍不得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还大早上呢，不发烧啊？舍不得什么呀？风筝啊，还是线啊？哦，明白了。李真言，对吧？李真言呢，马上也快毕业了，舍不得正常的。你们毕竟同学一场，这么多年有情感了，又是好朋友，对吧？可是他迟早会离开的，真言的未来不在这儿，明白吗？可是我舍不得呀，舍不得。要不你也参加那个钢琴选拔赛，要是你也拿一高分，你这不就正好跟李真言两个人一起到更高的学府深造了吗？真的吗？我骗你这干嘛呀？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呀？你跟真言两个人呢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不敢面对自己，也不敢面对外面的世界。如果你能够率先的迈出这最艰难的一步，你将会看到什么呢？外面的世界跟这里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大环境。其实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们早晚也是要离开这个学校的，而我呢，还
还得等下一批学生。可是这些年，你跟张老师闹也好，吵也好，兴许几年之后啊，这些都成了我们之间彼此最美好的记忆。所以张老师也舍不得你们呢。可是外面的世界这么大，就是给你们闯的。勇敢一点。行了，说的我自己都伤感了。今天这个氛围呢，我觉得你不适合谈莫扎特，改肖邦吧。你要是想弹钢琴了，随时到姐姐这儿来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谢谢姐姐。弹吧。小时候，是珊珊老师给了我勇气和信心。我是不是也应该成为你的珊珊老师呢？方小窝。啊？哎，李真言，我真想去找你呢。我已经排练结束了，干什么呢？心不在焉的。没事啊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知道了。你饿了是不是？走了，吃饭去。好。嗯，走吧。真言，你现在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吗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所谓梦想，就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理想，并且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去努力。但是如果现实告诉你，这个梦想永远也无法靠近，并且通往它的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梦想不属于我？我是不是该放弃了？所以我现在应该是没有梦想的。那如果你找到实现梦想的方法，你会离开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实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。也许有一天不是我离开你，而是你离开我呢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，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。傻子，哪有什么离开不离开的呀？就算有一天咱们因为工作太忙而见不到彼此，但是我的心会永远在你的。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块儿，不就很好？心在一起就好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小姨，李真言的噩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？因为我想帮他。其实真言，我们之前国内国外的医生都看过，但还是……其实那天我在门外听到你们的聊天了，但是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些事情迟早你都会知道的。只是我在想，我以前特别害怕李真言离开我，但是他跟我不一样，他是那么的耀眼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他都值得拥有。如果他是一道菜，
那它一定是最好吃的那一道。所有美食家都一定要给它打满分的。嗯，但是它现在连进美食家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得要小姨你这个家长同意才行。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真言那么去对一个女孩子，你是第一个哎。所以方小吴，你一定是有什么本事，有什么魔力吧？嗯，小姨决定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支持你。真的？嗯。小姨。不要走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钟玉，南京人，十里秦淮，六朝古都，虎踞龙盘。啊，好好好，这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小哥哥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嗯。这片星空和以前一样充满尘埃。城市的灯光太亮，显得天空那么狭小暗淡。但是，它并不像小时候那样无边无际的深远。在这一刻，我甚至在想，也许我真的能跨过去。喂，看上面。干嘛打电话？怕吵到别人？明天可以跟我一起约个会吗？约会？为什么要约会？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。送我礼物啊？怎么了？奖励你演出成功嘛。哦，我凭什么要你给我庆祝啊？好了好，逗你呢。约会在哪儿？就在我经常睡的那块草坪上面。你是要拉我跟你一块去喂虫子吗？去草坪？那你敢来吗？敢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你一定要来啊！嗯。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不是说要约会吗？这是要给我做法呀、啊！我布置了一上午呢。布置了一上午，就让我在这睡觉。怎么样？舒服不舒服啊？还行吧，除了地有点硌，气氛有点诡异之外，都还行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个朋友告诉我，音乐就是演奏者灵魂的形状。嗯。最深处的秘密构成了音乐最迷人的色彩。哦，感受它，就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自己。这些道理我都明白，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古筝呢？哦，对，差点忘了。啊？听这个，你会很放松，很放松的。放松，放松。你会很喜欢，很喜欢的。怎么又拿这个？哎呦，你就看看看看着它。啊，看着呢，看着呢。一、二，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困呐？是不是困了？那我们把眼睛闭上吧，好吗？放松，这里很安全。
慢慢闭上眼睛。果然是为了我。算了，我配合一下吧。真的有用哎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李真言。那你是女的吗？哎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答应来的。不是。那你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啊？379604。那你知道方小窝最喜欢吃什么吗？方小窝什么都喜欢吃。错，方小窝最喜欢吃北京烤鸭。如果你哪天坐飞机去北京，一定要给他带一只烤鸭回来哦。好。那李真言喜欢方小窝吗？哎，算算算算算，这个问题我之前就已经问过你了。但是，方小窝很喜欢李真言，他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最喜欢李真言的人，比所有人都喜欢李真言，而且他只喜欢李真言。哎，现在啊，那个包围你的光球，从你的头顶渐渐飘到你的脚底，你觉得浑身暖暖的。然后呢，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一个曾经你去过的地方，一个你经常梦见的地方。是哪里呢？是不是飞机？飞机开向哪里呀？中国。因为爸爸妈妈要离婚，所以妈妈要带我回国。你现在回到飞机上，看到了什么？有很多人，很多很多人。然后呢？他们问我要不要喝饮料。那你喝了吗？我喝了可乐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可乐。爸爸以前不让我喝碳酸饮料。周围还有什么？窗户，窗户外面有星星。妈妈，那有好多星星哎。宝贝，来，过来，看那个呀，那个就是猎户座。猎户座最明显的标识呢，就是它有一个腰带。你看到它中间那三颗星星了吗？嗯，那个就是它的腰带。然后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宝剑呢。什么星星啊？妈妈告诉我是猎户座。对，星星。Thank you.
我想救他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救不了他。如果我能拿到那个药瓶，我就能救他。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怪你，李真言，你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，换做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。这只是一个意外。不，这不是个意外，因为我的原因，那个药瓶从来就没有被带上过飞机。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可是我，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差你签字。把孩子留给我。不可能，我不能让你把真言变成另外一个李亚哲。自己为什么没有拿起那个药瓶？同样的，我也恨那个人。如果不是他粗暴地折断我的指挥棒，妈妈就不会离开；如果不是他拉拉扯扯，药瓶就不会掉；如果我们不上那趟飞机，就不会出事；妈妈就不会心脏病去世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逃避。可是我心里最清楚，我恨的是我自己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爸爸妈妈根本就不会吵架，他们就不会离婚，妈妈也不会去世，还好好活着，一家人都很幸福快乐。都是因为我。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一个孩子，换做任何一个人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妈妈一定不希望你一直在这个阴影里面。我们都是有阴影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战胜阴影，不能被阴影打败的。我相信你可以。现在我们乘坐在哆啦 A 梦的时光机里面，回到七岁的时候，你抱着那个一直在哭的小孩子，和他说：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睡吧，你好好睡一觉。等你醒来的时候，你做的梦和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。李真言，你已经不怕了，你可以坐飞机去欧洲了。没关系，你没有错。
这个送给你。作为礼物，这是我的幸运符，希望它也能够帮助你。这片天空，也许真的能跨过去。哎，下礼拜我带你去看乐队的现场演出，让你感受一下摇滚小提琴的现场魅力。你还想着摇滚音乐吗？当然还是会想啊。可是啊，我现在觉得，其实音乐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形式上的问题。你想啊，像是电子啊、摇滚、爵士、古典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打破这些所有的界限，创作出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在古典还被称作流行的时候，贝多芬也被人觉得很奇怪啊，所以你看，像这些爵士、摇滚这些，他们历史都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呀，这个音乐只要可以振奋人心，只要你觉得很有趣、很好玩，那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嫌我话太多？没有啊，你继续说呀，我喜欢听。因为其实我最喜欢的你一点就是你对音乐的热爱。真的吗？哎，那我就一直说下去啊！我要把我所有喜欢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你。可是，你不能嫌我烦哦。不会啊，因为就算不喜欢，我也会去尝试着喜欢呀。因为在我看来，完美的爱情就是互相包容彼此的不完美，而不是一味的要契合在一起。你说对吧？我觉得我真是太幸运了。干嘛？我这么喜欢你，然后你居然是我女朋友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林青山是我女朋友。哎，林青山是我女朋友，林青山是我女朋友。别看了。秦叔叔，谢谢。别看了。嗯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。别把我看歪了。把面搞大去。干嘛？去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啊！我今天是不是挺好看的呀？你更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！嗯，姐，我们赶紧把下次公演时间给计划出来，马上抓紧时间练习。这次公演才结束没几天，你就想着下次公演吧。那我们前几天演出的时候，那么多人站起来还鼓掌大喊 Bravo， 而且我们还上微博热搜了呢。你还是先准备好期末考试吧。没劲。这什么情况？不是，秦叔叔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跟他要的是一样的，我没点这么多东西。没错，这是我特制的新套餐，只做给你一个人吃。儿媳妇儿闹的。啊！谢谢叔叔。来来，姐姐，你要不然怎么考虑？吃你的饭，我给你吃，堵上你的嘴。快点吃啊！不饿了吗？
你真的决定参加比赛了？嗯，太好了，而且我要拿第一。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因为这样 Kelly 喜欢的人近。我告诉你啊，时间紧迫，小果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闭关集训？那是什么？听起来好恐怖。其实一点都不可怕，就是百气为参赛学生安排的密集式封闭训练，三餐、衣食住行，学校全权负责，你只需要安心训练就好了。那我是不是不能回家了？也吃不到李真言给我做的饭了。行了，饭什么都可以吃，而且你要做的基础训练太多了。时间有那么紧迫，我希望你考虑一下。好。不至于吧？写这么多。张老师说，在比赛之前，我得闭关集训，我就见不到你了，也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再贴，我冰箱该贴满了。把手伸出来。贴我手上。伸出来。哎，你的照片什么意思？这样我就可以在你的手掌心里啦。你的意思是说我还不能松手了？那我不管，你自己看着办呗。行，我把它放在这儿，不松手。那我走了。嗯。我走了，你要乖乖的哦。你才是要乖乖的。拜拜。拜拜。没有我的沙发是不是很空旷啊？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睡觉之前记得想我哦。我是方小窝，一起入梦哦。准备吃饭了吗？我也会好好填饱肚子的，要想我。喂，秦飞，是我。我今天要去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吗？哎，师哥，你说什么关系？你一生的大事，你害得我以为你跟方小我怎么了呢？就去那里要我陪你，我真的是，哎，受不了你。又不让你掏钱，你都得住你多久？说这话干什么？你这干嘛呀？能不能坐好啊？坐挺好的吗？这边。干嘛？你是不是紧张？我紧张什么呀？我，哎，师傅，这还没到，还得多久啊？哎，师傅，不用那么快，不用那么快，不急，慢点，看稳点，安全第一，安全。张老师，我来。闭关了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！那么神速啊！哎，我看这几件衣服够不够啊？我天哪！你这是移民啊，还是逃荒啊？行，看来你这个决心下的是挺大了。嗯，好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闭关前，张老师犒劳你一顿。走，你是去吃大餐吗？多吃点啊，小王。嗯，来，师母给你夹。师母做的菜太好吃了，和李真言的一模一样。李真言做的没有师母做的好吃吧？来，宝宝吃虾。孩子在呢。
孩子怎么了呀？知道为什么我老给你师母剥虾吃吗？只要家里一做虾，我就抢着剥这虾。不知道吧？你师母啊，也是个音乐家，她是拉琴的。我是怕她手啊被那虾皮，哎，卡破了。学着点儿，啊。宝宝拉琴啊？小提琴吗？中提琴。哦，宝宝拉中提琴。你这学生真跟你一个样儿。其实是音乐把我跟你张老师拉到一起的。当时张老师主修的是钢琴，但是他专门为了我去学了作曲，他给我做了好多曲子，就想让我跟他一起合奏。一直以来，在乐团里面中提琴都是配角，但是在张老师给我做的曲子里边，中提琴就是主角。在我为了考团很焦灼很难过的时候，是张老师一直陪着我。要是没有他的陪伴，我肯定考不进乐团的。所以，音乐把我们俩拉在了一起，真好。我也想跟李春燕一起合作，看我写的曲子，一定会的。会会，加油啊！多吃点。你等等会儿，我来。你这弹钢琴的手，它也是手啊。小万，多吃点菜，来。谢谢师母。说说说爱你那些尽管任性，说说说想你来自心底秘密，打开门最美的相遇，爱的人要在一起。说说说爱你那些初吻自信，说说说想你满脸微笑甜蜜，一起看最美的风景，爱的人要在一起。轻轻拉你的手，我的手，放心你，好放心。爱纯净透明，一览无余。我们像恋爱的小鱼，聪明又机灵。爱的人要在一起，静静看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好放心，好用心。爱万里无云都是天气，我们像恋爱的小鱼，开心又珍惜。爱的人要在一起，在一起。相爱就要勇敢的在一起，坚持下去才有美好回忆，在一起走到底。轻轻拉你的手，我的手，爱纯净透明，一览无余。我们像恋爱的小鱼，聪明又机灵。爱的人要在一起，静静看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好用心，好放心。爱万里无云都是天气，我们像恋爱的小鱼，开心又珍惜。爱的人要在一起，走到底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走到底。